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327啊，327。倒数第六行，我们学到声闻啊，佛小乘法中的弟子，闻佛之教，悟四谛之理，断见思二惑，除分断生死，而入于涅槃者。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关于注解里面讲到四谛，我们用佛学大辞典的一段参考资料啊，就是四圣谛苦集灭道啊，我们学到集谛，这是世间因果，苦是世间的果报，三界痛苦啊，堕入三界没有不受苦的。这个苦报从哪里来的？是自己造作的。集就是过去今生所造的一切恶业，这些恶业能集起三界六道轮回的苦报啊，所以叫集谛。集招聚的意思，召集的意思，这是说我们心起心动念的，有善有不善，啊，与我们的造作，造作也有善与不善，啊，行善，造的是善业；行恶呢，造作的是恶业。善业一定感得三善道的果报，恶业呢肯定招三恶道的果报啊，虽然生在三善道，三善道还是苦啊。佛给我们讲三苦：欲界苦、色界苦、无色界苦啊。欲界里头有八苦，有坏苦，有行苦，通通都要受啊。色界天超越了欲界了，欲界里面八苦他没有，但是他有坏苦，有行苦啊。无色界天这是最高的一层啊，他连身体都不要啊，所以确确实实属于我们常说的灵界，他没有肉体，他不需要任何物质啊，完全处于精神的状态
所以他坏苦没有。啊，他只有一种行苦。什么叫行苦呢？就是这种生活他不能够永远保持。啊，永远保持那就很好了。啊，没办法。他修四空定，四空定有一定的实现。啊，最高的非相非非相出天。那个定功能支持多久呢？叫八万大劫。啊，那就是非想非非想天人的寿命。啊，八万大劫很长很长啊。那八万大劫到了，他的定力会失掉。定力失掉了，他就会堕落。所以还是苦。啊，这种苦叫行苦。佛给我们说，三界火者，三界痛苦啊。所以此地下面说，神一切烦恼祸业于未来。神是神思啊，我们认真去想想啊，一切烦恼迷惑造业，他对于将来实能召集三界生死苦苦啊，这个一切烦恼祸业是因呢，现在在造因呢，将来决定招来的果报，叫业因果报丝毫不爽。啊，这是因果的定律啊，在四谛里面称之为极谛啊，极谛说明什么？说明三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。那么这样子，我们去向往到诸佛菩萨啊，诸佛菩萨呢，这出世间法了，出世间也有因果啊，灭谛是出世间的果，佛是先讲果后讲因，因为果报你看到了，你相信了，你明白了。灭谛，梵语叫涅槃。涅槃翻成中国历史叫灭。啊，灭什么呢？灭惑，灭业。惑是迷惑。啊，业是造作。贪嗔痴是惑，是迷惑啊。杀盗淫妄是业啊，迷惑他在造业啊，迷里头有善与不善。善也是迷，为什么呢？不知道这是假的。自信里头没有善恶，啊，自信里头什么都没有，啊，一念不觉之后，这就发生了阿赖耶。阿赖耶里头有染净，
没有善恶。啊，分别执着重了，六道轮回出现了，六道轮回里头有善恶。啊，六道跟四圣法界对比，四圣法界是净，是净土。啊，六凡是迷，是染污。啊，所以有染净，染里面有善恶。这个诸位要晓得，就是不是恶是染呢、啊，善也是染。啊，因为你有分别有执着，啊，你并不清净，染污都两边都离了，这就清净。啊，所以这个业又有净业，有染业，这些大佛都把自己提升了。啊，圣人才是修净业，凡夫都是染污。啊，所以六道里头有善恶，四圣里头就没有了。涅槃灭惑业，而离生死之苦。惑业是因。啊，因断掉了，灭掉了，所以六道轮回生死之苦就没有了，真空即灭了，故曰灭。啊，这是小乘真的涅槃，是为啊物之苦。啊，小乘人为什么会得这个苦？他觉悟了。啊，他知道六道轮回是假的，不再造六道轮回的因，所以六道轮回的果没有了。啊，也就是大乘教士常说的见思烦恼。啊，见思烦恼灭了。啊，虽然出离六道了，他还没出离十法界。为什么？十法界的火业是无明烦恼跟尘沙烦恼，这两样东西他还有啊。啊，华严经上名气的名词不一样，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啊，妄想就是大乘所说的无明烦恼啊，执着呢啊，这个是执着是见思啊，尘沙了就是分别啊，四圣法界里头有分别，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无明啊，这两样东西断了，才能出十法界。啊，出了十法界之后，生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还有无始无明烦恼习气。啊，这个习气没断呢，习气用什么方法断了？没方法断。你看看，人道不起心不动念了，他还有什么方法？不相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的习气有方法断，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有方法断。
无明烦恼的习气没有方法断，怎么办？就随他去，不要理他，根本不理会，时间长了慢慢自然就没有了。要多长时间？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要三个阿僧祇劫，要这么长的时间。这个习气自然没有了。于是乎我们就明白了，十宝庄严土的菩萨寿命是三大阿僧祇劫，无量寿啊！这个无量寿是有量的，时间长，三大阿僧祇劫比那个八万劫不知道要长多少啊！八万很短呢。三个阿僧祇那就太长了。古德有翻，阿僧祇是多大的数量呢？印度讲大数，十大数里头最后的一个大数，这个数量辈辈相承的。很不容易用数字来把它叙述出来。那么诸位要知道啊，这个佛修词典里的有，教程发素里的有，可以作为参考资料。但是华严上告诉我们，时间不是真的。华严讲念劫圆融，迷的时候无量劫，觉的时候一刹那。时间跟空间都是假的。所以对佛说这些数字也不要执着。知道有这回事情就行了，别放在心上。它不是真的。支持汇集因意愿，灭地灭即即灭，灭一灭无为一。戒业既尽，则无生死之患累，故名圆灭。那么在小乘很显然的就是灭六道轮回的生死，就是三界的生死，越界有六层天，越界六层天，六层天下来人道，人道往下畜生道、恶鬼道、地狱道，全属于越界。欲界上面有色界、无色界，通通都属于六道的范围。六道里面的生死没有了，为什么？因断了。所以佛教人怎样离苦得乐？理上来讲呢，就是破迷开悟，
六道从哪来？从迷来的，迷了才有六道啊，缺了就没有了。佛知道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如何落实？用教学。把事实真相讲清楚讲明白，你真听懂了，你就肯放下了，放下迷惑，不迷了，放下造作，不造业了，不但恶业不造，善业也不造。那善业是好的，善业与性德相应啊，没错。如果有分别执着，就不相应了。性德是善，但是里头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。如果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执着，就错了。所以佛教学生呢，行善要知道三轮体空。我自己行多少善，放下，没有这个念头。做多少好事，也放下，也没有这个念头。别的众一切众生得到多少利益，也不要放在心上，心里头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这叫净业。如果有丝毫染污，就不是净业，就是染业。记住，染业就出不了六道轮回。这些道理不能不懂啊！佛教我们做一些好事都不要放在心上，不要报仇，不需要别人赞叹，一切都不要。好事为谁做的？做而无作，无作而做。还有这些好事为谁做的？你还没放下，你还在迷。自性里面、法性里面，丝毫染污都没有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，头一句话是就说：“何其自性。”本自清净，没有一丝毫染着。那我们修学的目标，最后的终极目标是明心见性，就是灭谛。就是大般涅槃了。所以灭是即灭，心地永远保持清净净。即灭两个字，也就是我们经体上所说的清净平等觉，这就是即灭了。灭是什么呢？灭无为。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是佛菩萨了。无所不为呀，真的是无为。这意思你能体会到吗？
诸佛菩萨自信里头大慈大悲就从这儿表现出来了。他有没有执着？没有。这个表现出来是对我们说的。他自己有没有？他自己没有念头，没有起心动念。这一点一定要认清楚。啊，没有起心动念，哎，还天天在普度众生，救苦救难，完全是因众生之感，应众生之感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现什么身，啊。应以什么方法来帮助你觉悟，就用什么方法。所以菩萨示现啊，佛当然是一样的，是佛菩萨示现，没有一定的。啊，佛菩萨帮助众生的方法也没有定法。所以说佛无有定法可说。佛的法从哪里来的？完全是从众生心行所反映的，法从这么来的，没法了。众生的反应没有了，法就没有了。那众生病从哪来的？啊，大夫说对症下药，你得什么病用什么方法治，你病好了法也没有了，没用了。你有病的时候才有用，你没有病的时候法没用了，所以药就没用了。啊，这些重要的基本的法则我们要了解，要掌握住啊，在学习佛法了就不会迷住了啊，真正懂得佛的意思，是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一住烦恼戒业灭故，啊，烦恼没有了，戒时灭了，啊，戒时就是戒死烦恼。啊，佛用这个字做比喻，把见思烦恼比喻做什么呢？阴差呀，啊，专门来抓犯罪的人，啊，好像世间的刑警，啊，古时候讲戒时，就现在讲的刑警。啊，你有戒，你有罪，他就来抓你。啊，抓你去受刑。啊，这个很可怕了。啊，这多少呢？十大类。啊，就是五种见惑。五种四惑，五种见惑：身见、边见、见取、戒取、邪见。啊，五个差人。五种四惑
贪嗔痴慢疑，合起了十个，叫戒十。啊，那我们烦恼没有了，这些行径对我们就不起作用了，我们没有犯罪，啊，就不起作用了。这三界的业了就灭了啊，不造三界业，啊，若三界业烦恼灭者，即是灭地忧郁涅槃，因灭故国灭。啊，这个前面讲的忧郁涅槃，啊，是灭地忧郁涅槃。为什么呢？你还有身在，涅槃是活着证得的，不是死了证得的。啊，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误会了。认为佛家讲的涅槃就是死了，啊，如果是涅槃就是死，那何必要修行呢？每一个人都要死，死的时候就入大般涅槃了，啊，哪有这个道理呢？涅槃是活着证得的，活着证得还有身体在呀，啊，这叫有余意涅槃，有这个身体在。啊，这因灭故国灭。啊，舍此报身时，我这身体不要了，舍这个身体了，后世苦果永不相续。啊，舍这个身不会再受身，啊，不会再去投胎了，这叫真正舍掉了，那叫入无余涅槃，啊，你身体没有了。地神涅槃呢，实为寂灭，故名灭地。啊，详细的去审查涅槃呢，确确实实是寂灭，清净寂灭了。涅槃也翻作法身，也翻作本性，也翻作法性，也翻作实相。又翻作寂灭，也翻作缘寂，你把这些所有翻译的名词融会贯通，涅槃的意思。啊，那要怎样才能得涅槃的果报呢？就是清净寂灭，这最后叫修道，这是因，除世法的因。涅槃是除世法的果，无余涅槃就回归自性。圆满的回归自性，不但在三界里头没有舍身受身，没这个现象了，在十报图里头也没有。
啊，也没有舍身受身的现象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那我们要问，他应化在这个世间，像释迦牟尼佛一样，示现八相成道，应化在这个世间，是不是受身？不是，受身是业力来投胎。你有这个业，你不能不受身。菩萨没有这个业，所以他不是受身。那是什么身呢？应化身。那应化身有没有身呢？有身。有身即是无身。所以那个身的时候，不能说他有，不能说他无。你说他无，他确实有身相；你说他有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哪来的身？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分别执着就更不必说了，他全没有啊！他住在自心。自信是自信如如不动啊。慧能大师说得好啊，他都说净了，都说明白了。大涅槃境界是什么？是清净心，一丝毫的不染，不但染物不染，染净都不染。所以它是真的清净，不是对立的啊，净是对染说的，它是绝对的，它不是相对的啊。跟我们讲，自性是清净的，自性是不生不灭的，不生不灭哪来的生命啊？本自具足。隐现不同，这是讲性德，性德隐你就看不到它，本自具足。现呢，能生万法啊，隐现不一样啊，在缘呢，缘在众生呢，不在佛啊，本无动摇，自心本定。本无动摇的，他没有起心动念啊！今天科学家讲，整个宇宙的现象都是从波动产生的，本不动摇，没有波动现象啊！波动现象是什么？十法界，十法界是个波动的现象。一真法界不是波动现象那一真法界是怎么回事情？一真法界是无始无明习气的现象，习气是极其微波的波动，啊，这个波动现象是六根缘不到的，怎么知道它缘不到呢？就我们已经知道啊，
往生到十报土的人，他们无明破了，也就是说他们呢不起心不动念了，才能够进入十报土。十报土的人啊，他们是什么个状况？慧能大师那个五句话讲得清清楚楚，他就是那个境界啊。他遇到缘呢，能生万法，自然发而入世。我们看江本胜博士的水师宴啊，那么多照片的时候，发而入世。谁没有起心动念？谁是矿物？啊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，他知道，这个信息完全收到。啊，才动念头，就周边法界，周边法界，它就产生影响。应该是造业，造的什么业？畜生无尽，那不就造业吗？那我们一个善念，一个恶念，都会产生影响啊！念力不可思议啊！我们这个世间人。善念要是多了啊，这个就是美国布莱登说的话了。如果我们在今年这一年大家就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这个2012玛雅预言，这个灾难的预言可以化解。啊，可以减轻啊，可以退后啊。减轻跟退后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。啊，化解比较难。啊，如果真的所有宗教都回归教育，都叫人学好。啊，学伦理，学道德。明因果啊，体会到圣贤的教诲，灾难真的可以化解，不是不能啊。啊，所以凡是有这种机缘，那我们就得抓住啊，去鼓励他了。那去影响他，帮助他了，成就他了，好事啊！啊，在先前这个社会，实在讲的，还就是我跟马哈迪长老所谈。只有宗教可以救全世界，除这个没有办法了。为什么宗教能信？宗教还能信神，还有这么一个缘分啊！神都不信了，没有东西信了，这问题严重啊！啊，他信神的时候，他还有一点约束，还有一点畏惧，啊，怕上帝惩罚，啊，怕末日审判，啊，换一句话，良心还未泯呢。啊，他们来带头。他们首先自己回头，
啊，自己断无修善，改邪归正，就影响社会，这才能救得了啊！啊，如果我们不要宗教了，不要宗教，对吧？那就难了。你有什么方法把伦理教、道德、因果教育再兴旺起来？啊，不要宗教的说是可以啊，难，非常困难。佛教就是不用宗教的方法，啊，佛法这个理太深了，只有少数尖端科学家他们知道，他们相信，一般人不相信。啊，所以普世的教育在佛经里面讲阿含，讲方等，里面还是有宗教的气氛在里头啊。啊，真正到大乘一乘教，那可以说纯粹的科学跟哲学，啊，这方东美先生非常尊重的，非常敬仰的，啊，所以讲到道底，就八正道了。啊，此能通于涅槃，故名道。八正道能帮助我们证本涅槃。这是佛法通途。啊，普通的一个大道。啊，是为物之因。啊，你要不觉悟，你不能行八正道。啊，讲没有用啊，要行。支持汇集因意乐，道地者，道以能通为宜。啊，道地意思是能通达，像道路一样。正道即助道，是二相辅啊。啊，道有正助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那是道啊，都是通向大涅槃的道啊。所以佛在《般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。为什么都能达到涅槃呢？啊，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法门不可以轻慢，不可以毁谤，都是佛说的，都是圣人说的啊，我们都要尊重啊。至于我们自己学哪一个道，个人根性不相同，
啊，佛说这么多的方法，听凭我们自己选择。那我们选择的理论基础是什么？第一个，适合我们现前的生活环境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我们学起来方便啊，适合我们自己的程度。啊，太高了，我们感到困难；太低了，我们没兴趣。啊，这个都是选择时重要的条件呢、啊。而且这个法门呢，要容易，难你会退心，你修不成功。啊，学个几年放弃了。你把那个时间浪费掉了，精力也浪费掉了。啊，这个选择是智慧。古时候自己没有能力选择，老师带我们选择。啊，真正开悟的老师没问题，他知道你根性。啊，你是正果的。这些人啊，他们有虚命通啊，他知道你过去生、再过去生、生生世世，你干些什么，你哪些习性啊，身后的他能够依照你的习性替你选择，你学起来就觉得不困难，你会生欢喜心。那过去生中没有学过，突然来的话就很生疏，觉得很困难，格格不入，你对他就不会产生兴趣。啊，这个与前世有关系。啊，这个老师是凡夫，没有这个能力，他的选择就困难。啊，实在没有办法选择，自己没有能力，也找不到这样的善知识，那就听佛的话吧。啊，佛在大集经跟我们说了一个原则，正法时期戒律成就，相法时期禅定成就，末法时期净土成就。那他只是这么一个原则，那我们现在生在什么时代？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千年正法时期，第二个一千年相法时期，往后一万年末法时期。无论是照外国算法，是照中国的这个记载，现在都是末法。那中国的记载，佛灭度到今年3038年，那外国的记载是2500多年，都是入了末法了。那末法怎么办呢？末法修净土啊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知道的啊，他告诉我们这个原则。净土也很多啊，啊，哪一种净土最方便呢？弥陀净土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，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证明的。证明用意在哪里呢？启发我们的信心。你看，
释迦牟尼佛教导我们，十方诸佛都赞扬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信了之后，如何让这个信心不变？这非常重要。信心变了就完了。保持信心不变，那最重要的，你就得理解。啊，你把弥陀净土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它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？你的信心就坚定了，永远不变的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事情，12000年的状况他清楚啊。啊，世世代代怎么个演变的？不能超过他的佛眼呢，他都看到了。啊，那么真正一个学佛的人，确实要像张家大师所说的。啊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楞严经上有一句话：“将此身心奉尘刹。”我皈依佛门，以佛为老师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我的老师，老师不在没有关系，经典留在世间，啊，依照经典修学，是中国古人讲的四书弟子，是真的弟子，不是假弟子。假弟子老师在，拜了老师，阳奉阴违，假的。老师不在了，老师的书在，遗教在，依照遗教认真奉行，这是老师的传法弟子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孟子学孔子，孔子已经不在世了，过世了。啊，孟子真的像佛门一样皈依孔子，啊，专门学习孔子的著述。遇到有困难的地方，向孔子的学生请教。因为那个时候跟孔子很近，啊，亲近孔子这些学生年岁虽然大了还在，啊，孟子还能够找到他们，向他们请教，啊，孟子学成功了，学得很像啊，所以后世提起儒都提孔孟。啊，不提其他的人。啊，这个让我们想到，我们今天后世，释迦牟尼佛不在了，我们皈依释迦牟尼佛。照中国人的说法，就是做释迦牟尼佛的私塾弟子。我的老师谁啊？释迦牟尼。老师教我什么？经典就是。我们今天受持一部经就够了。一门深入，长时日熏修，不要搞太多了。啊，你展开大藏经，大藏经不是佛教所有学生的。你那么想就错了。佛每一部经都有对象，有当机者，当机对象啊。
啊，换一句话，专门为他讲的。啊，他的善根福德因缘，他才能接受，他才能言下大悟，他开悟了，他真的受用了。如果不契机，讲得再好，他没听懂，他没有开悟，甚至越讲他越迷惑，那就错了，那就不能讲了。啊，所以佛善说法，他说得非常巧妙，能让每一个人都懂，都欢喜。啊，都能满载而归，佛有这个本事啊！啊，让他觉悟，让他欢喜，啊，让他真的改过自新了，真的改邪归正了，佛有这个本事啊！啊，这就是他能观机呀，应机说法。对甲所说的不一定适合乙，对乙所说的不一定适合丙。个人机感不相同，啊，佛有这个能力，啊，应机说法，让每个人都欢喜，让每个人都觉悟。啊，用佛学的名词，让每个人都得度，啊，每个人都修，每个人都回头，真正达到破迷开悟、离苦得乐的目标啊！啊，这叫善说。啊，那下面说正道者，是观三十七道三十一品，三解脱门，云理慧行名为正道。啊，云。在这个地方讲就是依据啊，三十七品三解脱门，这是总的原则啊。根据理，这个理是什么？发现呢，根据的是信德了啊。行，行是行动，是日常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这都是行。啊，行是什么？行是智慧也，也就是他所悟的那个智慧，完全用在自己生活上，这得受用。啊，这个叫正道。啊，那助道呢？得结观中种种助对治法皆助禅定，这是助道。啊，那我们就晓得了，悟道这一些原理原则，这是真心。啊，懂得对治烦恼习气种种的方法，啊，乃至于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的方法，这个就是助行，就是助道，正道。
是根本之，做到是厚德之，不离智慧呀。其中前二者流转因果也，啊，这是总结四谛。前面两种苦集，苦集是流转因果，六道里面的状况，故又曰世间因果。后二者呢，幻灭之因果也，出世间因果，所以又曰出世间因果。啊，还是回头啊，把这个世间的因灭掉，世间的果也不存在了。世间是一场梦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此地的出世间，三这个四谛法，一般呢都是讲小乘。小乘就是出六道轮回，啊，证偏证涅槃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。到这里去了，再往上提升圆觉法界，啊，从此以后慢慢向上提升了，啊，这是出世法，啊，小乘没出世法界。大乘出十法界了，出十法界叫大乘，啊，出六道轮回叫小乘，啊，出十法界是大乘，啊，出十法界真大般涅槃，叫究竟涅槃。啊，十法界的因灭掉了，十法界的果也没有了。啊，十法界的因是什么？是分别，是妄想。啊，六道里面的因呢，是执着。啊，执着里面当然有分别，当然有妄想，但是执着是六道轮回的因，只要把执着放下了，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分别，不再执着，你就出离了。啊，不执着自己的见解，我的看法，不执着这个东西了，你就真虚陀洹果，不执着自己的这个想法，想法是私火，啊，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是见火，我的想法是私火，全错了。啊，为什么我的看法我的想法都错了？因为头一个没有我，
第二个什么？没有法，六道是假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有什么看法？你有什么想法？给诸位说，菩萨没有看法，没有想法，佛也没有看法，也没有想法。哎，我们就是有看法，就是有想法，而且还坚持我的想法，我的看法，是吧？这是标准的六道凡夫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六道轮回就这么来的呀，自己造的呀。啊，还要坚持自己的想法看法，你说你麻不麻烦？啊，那我们读了佛经了，坚持经上的看法说，对不对呀？不对。那你就把佛法变成世间法了。啊，只不过是世间善法而已。怎么修要他修的是天上人间。那修错了，修错了就到三恶道去了。自己不知道啊，自己要知道怎么肯做错事，怎么肯修三恶道的因，都是自己不知道，迷惑颠倒。啊，所以四谛是两重因果，世间跟出世间。啊，此四者皆云谛者。啊，四种都称为谛，言其真理，舍为知己。啊，说这四个，佛讲这个四个，在世间这个范围讲，它是真谛。它是事实真相啊！啊，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真实到极处啊！哎，而二者就是世间跟出世间，皆是先果后因，就是果已尽，因难止啊。啊，先给你讲果，啊，果你容易见到，你容易明了，完全讲的事实真相，因难知，故先是苦果，令其因，这是佛教学的善巧方便，说出来了，为什么这样讲法？啊，先把苦果说出来。让你起一种厌离心，你不再执着它了，你不再留念了。然后呢，是断其因。啊，进一步的时候，帮助把这因断掉，因断掉，过去没有。啊，这是能处理六道轮回的道理在此地。啊，又举涅槃之妙果是乐之。为什么呢？菩萨真的了，阿罗汉真的了。所以他能够现身给你看，你看到他的自在，你看到他的神通，你看到他的德能，你看到他的相好啊，表演给你看。你生欢喜心，你会羡慕，你想跟他学习，
用意真的就在此啊。然后是修其道，是乃诱引最劣小机之善小也。这个方法我们要懂得学习啊。这个学习是自己要真干，自己真干的时候，我们的样子叫人一看就不喜欢，这效果就不容易达到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相好啊，啊，阿难之出家，《楞严经》上讲得很清楚，阿难为什么出家了？看到佛的相太好了，说这个相啊，不是父母生的，一定是他修得的，啊，父母生不出这样好相，啊，他修行的功夫，他也想相好，啊，对佛非常羡慕。想跟他学啊，你看动机相好引导的啊。学佛的人形象不好，戒引众生就困难了，人家不相信啊。啊，相好是不是能修？很容易修。这连现在量子力学家完全懂得。啊，知道什么？知道念头能改变物质现象。我们这个身相是物质现象。啊，现在的女孩子喜欢去美容，错了。美容就是毁容，是真的不是假的。真正要学美容的学佛啊，你看观世音菩萨多美，怎么修的？慈悲心修出来的啊。你能有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慈悲啊，对一切众生那样的真爱，你的相貌就跟观音一样，相随心转了，境随心转了。境随心转是讲到善好大地，相随心转是讲我们自己身体啊，随着我们的念头转，不是外头来的。你的念头好，相貌好，居住的环境好，念头不好，你的相貌就不好，居住环境就不好啊，就这么回事啊。啊，福报人人不一样，叫命不相同嘛。命从哪里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，也不是自然的啊，命是自己造的，所以命可以改变啊。改变有改变的理论，有改变的方法啊。你看《了凡四训》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，云谷禅师教给他改变的道理，教给他改变的方法，他真干啊，一年效果就产生啊，三年五年就明显的改变了。啊，像袁了凡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，只是人家没写出来啊。他是自己把自己一生
改变命运这桩事情写出来交给他儿子。啊，是交给儿子的私讯呢。啊，他自己也没想到会流通这么广啊。流通越广，时间越长，他的功德越大。为什么？帮助多少人？啊，这本书救了多少人？啊，我年轻的时候，啊，在公家机关服务，有一个同事，人非常善良，啊，遇到了困难了，家里小孩多，啊，五六个小孩，待遇很微薄，养不活了。啊，几次想自杀，那自杀是不负责任，你家里人更苦啊，孩子更苦啊，啊，跟我是好朋友，在这个困难当中，我送他一本《了凡四训》，我那时候我刚刚接触佛法，啊，我把这书介绍给他。我告诉他，这本书好，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给我，我拿到这个书，好像在两个月、两三个月的时间，我读了30遍。我自己深受其利呀！啊，自己知道过去做了很多错事，啊，特别是杀害众生，啊，现在知道错了，知道忏悔。啊，知道回头了。啊，他全家学习。啊，环境转过来了。啊，他感激我，他说我救了他一家的命。我说不是我救的，是你自己救的。啊，你认识了了凡四训，这能救了你一家。啊，像这种情形多啊。啊，人到中年之后，啊，40-50岁，那个忏悔的心就有了。啊，接近晚年了，自己一生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。啊，在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，苦难的时候，啊，人就会反省，有这么一个好书来指导，啊，帮助他反省，帮助他忏悔，帮助他改过自新，他成就了，啊，难得了，啊，以后大家的小孩。我听说就3个4个都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老年的时候儿女起来了。家庭环境改变了。
啊，他走了之后，嘱咐小孩，啊，有时间要来看我，要来护持道场，啊，他小孩来见过我两次。啊，善言善行，尤其是写成文字，利益无尽的。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啊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净言疏语，如来所说言教，名声参生悟解。这个参的意思就跟闻的意思一样啊，闻声觉悟了，明白了，这叫声闻啊。下面辟支佛者，辟支是梵语，此梵为因缘，佛呢是觉的意思啊，故就以辟支佛为缘觉啊，心以呢为独觉啊，因为他没有人教他。据大乘一章云，缘觉有二解，一种是观十二因缘，断惑正真，从缘得觉，故名缘觉。处在有佛处时，或者是无佛处时，都是观十二因缘开悟的啊，所以称之为缘觉。啊，这是第一类的。第二类的是完全出生在没有佛法出世。啊，不但没有法，法也没有。啊，那过去修学小乘的善根福德深厚啊，这一生当中什么都没有，自己开悟了啊！你看见到风动树叶，这是举一桩事情啊，雨打芭蕉啊，这些自然现象啊，触动他的善根，忽然开悟啊，这个都叫做缘觉啊。天台家的智者大师更区分此二，名处世处有佛事，观十二因缘啊，就这个有佛出现的事情，他听佛讲十二因缘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白佛说法起息，过去世他也听十二因缘，他也修十二因缘啊，所以他有这个善根，没有这个善根呢，他不会开悟的啊。为什么一般人听到风声雨声都不会开悟？他开悟啊，什么原因？过去曾经修过啊，不是过去生中
成熟啊，这个善根成熟，这一生不会证果啊，不会开悟证果，都是累劫修学的共善根功德了。我们修行也是如此啊，一世一世累积到今天了啊，绝对不是这一生才修的。这个我过去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常说啊，生生世世的累积啊，我们都有缘，没有缘不能在一起，有缘才成为师徒啊。啊，老师常常这样告诉我们。啊，但是一个老师学生很多啊。啊，为什么有的成就，有的不能成就？啊，跟老师的缘相同，个人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。啊，所以成就不一样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要想成就，在一生当中成就，只有一个法门能行，那就是净宗法门。啊，过去生中修行的善根福德不够深厚。啊，这一生遇到的时候，遇到真正好老师指点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具备的条件就是真相信老师，真听话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啊，方东美先生大学毕业之后一生教学，学生很多。啊，有成就的，有没有成就？没有成就的多啊，成就的很少啊。什么原因？啊，老师同样的方法教啊，同样的心来教啊，为什么学生所得的不一样？啊，课堂里面评的分数啊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不能代表这个人真有成就。啊，拿第一名毕业的，将来自己在一生事业上未必辉煌。啊，考试不及格的，可能他将成为这个事业上有大的成就。啊，你看那个日本稻盛和夫，就是个好例子。啊，考学校多少次没考取啊？啊，最好考一个大学，还是很差的大学，不是好的学校。啊，在事业上也是失败很多，挫折很多，能够成为日本经营之圣者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过去生中善根福德这一生语言成熟了啊，过去生中没有根，不可能在这一生当中有所成就啊，通通都是有根有本啊，啊，这个根本我们要记住啊，这个东西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一生不能成就，不害怕。我们努力养自己的根本，它还有来世，来生后世。
哪一个成就不是过去生中叙事有深厚的根底啊？我们如果在这一生成就的时候，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就圆满了啊，往生净土就圆满。这个不能不知道，净宗的往生真的是成佛啊！往生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把他自己无界修行的功德就回向给我们了，我们真的受用啊，这个道理多少年来我都参不透啊。回向真的吗？现在才知道，看到什么念力的秘密里头说出来了啊，我们自己惹了麻烦了，有了业障了，我们自己不知道修行，别人知道，他修行成就了，把他的功德回向给我，跟我自己修行没有两样。这不就是把回向的事实讲清楚了吗？啊，可是人家说的说，回向的时候一定专注，专注到极处，感应到就，他真能说。啊，那我们晓得阿弥陀佛的心清净，阿弥陀佛专注啊，他对于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加持他，让他们都能得到阿惟越智菩萨的待遇，我们就相信这个话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他的四十八愿用无界时间去修行，愿愿都兑现了。这个专注加持你，就产生力量啊！你的真的就享受到阿惟越智的待遇，啊，化身菩萨的智慧。化身菩萨的道理，化身菩萨的神通，你通通去做啊，不是你自己修成的，佛力加持给你啊。那我们对佛要不要感恩的心啊？对这个法门要不要感恩的心啊？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！彭济清居士所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呢，我们就用先前这种心态行吗？啊，所以我们学着每个一生不能成就，不怪阿弥陀佛，我们的用心呢不相应啊，心里头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名闻利养，还有共高我慢啊，对佛菩萨那种沉静心生不起来，你就什么都得不到啊。印祖苦口婆心地劝导我，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，我们有没有一分啊？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！我读禅经跟大家谈神修跟慧能，神修跟慧能达跟这个五祖仁和尚多少年了？
二三十年了，那么长的时间了，啊，已经把神秀提升到啊寺院里面首座的地位了，经常代替老和尚讲经说法，教化众生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认为老和尚传法一定传不神秀。啊，没想到来了个慧能，老和尚居然传法个慧能，没有传个神秀。啊，神秀毕竟有修养，没有白学。啊，他没有傲慢，没有嫉妒，而且自己认真去反省，认为老和尚传给他是对的。啊，我是怎么说法呢？神秀对老和尚有100分的成就，他得100分的利益；慧能大师对老和尚有10000分的成就，他得的是10000分利益。啊，虽然时间短，这8个月的时间，啊，跟老和尚只见几次面，啊，那一种真诚恭敬，没人能比。啊，不但对老和尚，他对每一个人都那么样的诚敬。啊，当然这个与他出身有关系，农村里头出来，不认识字，没有知识，所以见到任何人他都觉得别人在他之上。啊，真诚的谦卑也。他自信里头真实的智慧也自然就流露出来。啊，他没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啊，家里头清贫，一天不卖柴，一天就没有生活。啊，靠苦力养他的老母亲。啊，年轻呢，二十三四岁，五祖传一波，他那一年24岁，啊，所以你看，得一波。五祖告诉他，你就是禅宗第六代祖。啊，他还到猎人队里去读15年，不是短时间的。这15年没人知道他，哪里知道他是个祖师啊？啊，猎人队里头干什么呢？当伙夫啊，给猎人烧饭啊，啊，做厨房啊，干这个活啊。猎人每天打猎带回来了，
啊，他看到这个小动物受的伤是轻伤，不很严重，还能够活命的，他得把它放掉。实在伤得太重了，没办法了。啊，猎人吃肉，他吃肉边菜，也是五年。啊，这个风波才平了，就嫉妒障碍啊，大家淡忘了，十五年了，没人提了。啊，他才离开这个猎人队。啊，在现在的广州广孝寺。啊，遇到法师讲经，啊，他坐在幕后在听经，印宗法师，啊，碰到有两个听众都是出家人，啊，外面挂的那个幡，那个旗杆还在。大概不是那个时候去看的，可能一定还是那个位置。啊，我去看过。啊，一个法师说：“你看外头风动了，啊，幡动了，外头幡动了。”另外一个人不是幡动，风动了。两个人各执一端，谁都不服谁。啊，在那争论。啊，他在那看到，啊，和颜悦色的劝两个人，啊，忍者，叫尊敬的称呼，不是幡动，也不是风动，忍者心动，这两个人一听服了，不再争论。啊，下了课，印宗法师就来问这个事情。啊，印宗法师听了也非常受感动，这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。啊，印宗就问：“听说我们禅宗第六代祖啊，慧能得法之后，这十几年没消息了，就问他是不是你？”啊，慧能老子是承认了。那一波呢，把一波拉出来展示给大家看。啊，所以他就出家了，就拜印宗做法师、剃度师。所以慧能大师的剃度师是印宗法师。印宗法师给他剃度之后，再拜他为老师。啊，印宗变成慧能大师的法子，这个故事不是别人的，是真的事实啊。所以那是无量界修的善根福德因，不是偶然的。千万年当中难得出这么一个人了。啊，悟了之后样样都通啊。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法打不通啊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只要见性了，没有一法不通。啊，你不问他不说。你问他就跟你讲，啊，禅宗到他手上，这是大大的兴旺起来。啊，过去这六代都是单传，
一个传一个。啊，只有他传了43个人。这43个都明心见性，跟他的境界一样高。啊，也就是43尊佛出世了，这个佛法多兴旺啊！啊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这些兴旺就影响了几百年。啊，真正影响的时候300-400年。啊，300-400年之后慢慢就衰了。啊，虽衰还是受影响。啊，总在700-800年之后这个影响就淡薄了。啊，慧能大师距离我们大概1300年。他们在世就是有佛出世，啊，他们讲经像佛一样应机说法，啊，小乘根性的肯定给他讲，小乘教，啊，大乘根性的给他讲大乘教，啊。都是应机说法了，所以出无佛事呢，啊，没有佛出世的呢，观风吹树动，叶落花飞，指外缘而得成道者，这叫独觉。啊，所以缘觉有两种，这天台大师说的。啊，这个说法也说得很好。念老底下给我们注的：上知声闻辟支佛而成，均为佛弟子中的下根。净珠大师，远超于此啊！啊，那么今天。无量寿经上所说的这些大众，他们的根性超过声闻辟支佛太多了，这个意思很深啊，里面含着我们今天讲善根福德因缘，跟他比比不上。啊，善根福德比不上，但是讲因缘呢，我们超过他，我们遇到净土法门。啊，他们这些人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都是往生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凡圣同居土是六道凡夫啊，方便有余土是十二乘圣人啊，他们往生的，你只要证得出出果，你就生方便土下辈往生。啊，你要是证得圆觉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方便土上辈往生，不在同居土啊！啊，这个法门就是善导师大师说的，总在遇缘不同，多数生啊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，灾难就要来了。只要好好的把这个抓住，
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欢欢喜喜。啊，无论灾难有没有，我们都会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Thank you.